掀开经本，主业神寄送第三首，导师救护住世间，众生习见在其前，能令住去皆清净，如是护世能观察。这第三尊护世精气主业神，在长行里面我们读到他是得普现世间调伏众生的下头文。那么这是善财童子参访的延惠帝的善缘啊。这个经文里面跟我们讲的护世精气，这才是真正的救生，才是真正的护身。我们看他的赞颂啊，他给我们哪一些启示啊？赞颂第一句，导师救护诸世间。从这一句的语气，我们就知道这一尊主业神是诸佛如来的化身。在佛门里面，大师、导师都是对佛的尊称。现在世间人，不像过去读书人那样的严格拘束在礼法当中啊，所以现在出家甚至在家的都称导师，都称大师啊。那么现在我们常说就是民主自由开放啊，有言论自由，有出版自由，没有约束了，在从前不可以的啊。在以前这些高僧大德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啊普遍都能看到，你看翻经的法师称为三藏法师，没有称大师的啊，没有称导师的。啊，那么在过去啊，帝王的老师称过师可以。啊，那么修禅的称禅师，啊，持律的称律师，研究经论的有称论师，啊，没有听说称大师，啊，大师是后人对他的尊称，啊，当代呀，没有人敢这个称呼的。现在称大师的人不少啊，啊，称导师的人也不少啊，我们要晓得啊，我们自己学过佛法懂得，千万将来不要自己称导师啊，那给人笑话啊，那是外行人觉得你还不错，内行人一听你这个称呼就笑话你。
就是诸佛菩萨再来，他也不会成大师。啊，你像我们成天台大师啊，智者大后人尊敬他的。啊，我们成印光大师也是后人尊称他的。啊，你们如果要看到早年印光法师文钞不叫大师。啊，早年那个木刻本的签字牌的线装本的啊，我看过最早的那个印老的文钞，上面的印光法师文钞，没成大师的。要懂啊，成大师是他已经过世不在世了，后人对他尊称啊，这个可以啊，表现后人对他仰慕之心啊，几乎把他看成佛在世一样啊，在世是决定不可以的啊，这个常识我们要懂。救护诸世间，怎么个救护法？在菩萨德号啊，护世精气诸一身啊。那我们想想，什么叫精气？这两个字，我们不能用道家精气神这个说法，那样的说法把这个精义啊就拘束了。佛经的教诲字字句句含无量意，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示同学们，这个圣人留下来的经教啊，有没有一些意思呢？没有意思。如果说有意思，这个经是死的，它不是活的。正因为它没有意思，所以它含无量意。啊，所以我们看这一部经，同样是这一部经，每一个朝代人注解注的不一样。啊，在中国流通的最普遍的啊，《金刚经》啊，《金刚经》的注解500多家了，每一家注的都不一样。如果它是一个意思的话，那应该每个人讲都一样啊？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啊，只要言之成理，就对。啊，佛所说的一切法的时候，是说一个原则，你自己去思维，你自己去体会。同样是一部经，同样是一句话，在不同的地点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听众，说法就不一样，千变万化。但是他不立一个宗旨，那个宗旨利益现前众生啊，这个宗旨决定不可以离开的啊。如果你说的再好，对现前众生没有利益，你不就白说了吗？
定不违背经典的原理原则啊，而利益当前众生，这叫切机切理啊，切机切理啊，叫佛说啊，切理不切机，那别说了啊，我们现在人讲废话啊，切机不切理的魔术啊，所说的人家听了很欢喜，但是教导人走一条邪路不是正路啊！啊，今天教人贪嗔痴慢，啊，我们常常听说啊，叫人改变风水，啊，改了之后他就升官发财，这是邪说。升官发财是要积功累德才行啊！啊，《了凡四训》讲的那是正法。啊，教人贪嗔痴慢邪法。啊，去年我们看到一个报纸登到，啊，贪婪是社会进步的动力，这是邪法，这不是正法。啊，那个说法是什么？哎，切机不切理。啊，所以佛说法、圣人说法，一定啊切机切理。救护住世间这个范围大了啊，包括了虚空法界，包括了一切诸佛国度啊。我们知道一个佛国度是一个很大的星系啊，我们从前讲经呢，总以为像现在这个天文学家观察到的所谓银河系啊，以为银河系呢是一个佛世界啊，一个佛国度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黄念祖老居士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后面附了一篇文章，提出他的看法啊，他说银河系不是大千世界啊，不是大千世界是什么世界呢？他说是一个单位世界啊，这是我们过去未曾听人说过的。但是细细想想呢也有道理啊，因为佛在经上讲的日月是在须弥山的当中，绕须弥山而转呢 啊这个说法了，那黄念祖老居士讲的我们的日月是绕银河系转，银河系的当中啊，那就是须弥山了啊，银河系的中心我们中国人称为黄极啊，这是一个大世界，是个大宇宙啊，整个太阳系的时候是绕着这转的啊，这个是现在我们很清楚啊。啊，黄极当中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什么是须弥山呢？啊，这个黄老居士他的看法认为是黑洞。啊，天文学家发现的宇宙黑洞啊，黑洞很多啊，
可能须弥山是个大的黑洞啊，他把它，他是这个说法啊，所以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，那么一个小千世界呢，就一千个银河系啊，一个大千世界是十万个银河系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十万亿个佛国度啊，那就十万再乘十万亿个银河系，你们想想多少，这个距离就太远太远了啊，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还达不到啊。那么这讲一个佛土啊，啊，在这个空间啊，这个空间是多元次的空间啊，不同维次空间里面那些宇宙啊，不知道有多少，这都叫世间啊。导师救护住世间，一个世间都没有漏失掉啊！啊，我们讲的尽虚空变法界，世间不同，国土不同，众生不同。导师怎样去救护他我们要能想到啊，啊，这一句它里面真正的含义就是佛家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，绝不局限于一个人啊，一个团体，甚至于一个大千世界啊。如果释迦牟尼佛没有这个心量啊，只照顾自己不照顾别人，那照顾自己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他就绝对不会劝人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西方就是不是这个世界啊，啊，到别的世界去了也不会叫你念其他世界佛菩萨的名号啊，跟那些世界的导师结缘了，佛不是这么做法的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啊，那我们要想一想，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德能跟阿弥陀佛没有差别。诸佛古地上智慧德相啊，完全是平等的。阿弥陀佛能做到，释迦牟尼佛也能做到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？我们有没有细细去想这个道理？